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明雄雄哥，我是蒋可敬。嗨，这个今天又来到我们的恩熙壮教室的全民撞球的时间。哎，这个艺术球以前都请人家取名字，今天哎，麻烦帮我们定位是 A 还是 B？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 C， 没有那么难哦。那它的类别是属于准度球，哎，打个星星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完全不能下塞，然后再考验我们两个的默契。看咱有些啦，无些都看一球啦，哈。好，如果是 B 的话就是432 ，A 的话就是321。女子选手一样，跟如果说我们两个一队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我们的对手是像我是50岁的嘛，啊，你也是这个女子选手。如果我们的对手哈是这个现役选手啊，他们我们的分数就要乘以1.5倍。那有些计算的细节，我们日后再跟大家详细分解一下。来，我们来打这个艺术球，看看我们默契怎么样。好，看一下桌面上的球，就只有两颗球，白色的母球跟黑色的8号球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哦，看是配还是配哦。来看一下，好，这个球就是我跟水镜哦，两个对打，我的球白色球要进我的袋，他的球要进他的袋，两个对碰哦。这当然要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，要自己摆一直线。好，我们开始。那我喊321，四不喊出来就打出去了，四就打哈。好，1、2、3。这个问题在哪里？你稍微快，也可以解释我稍微慢。那我们不能出长杆，第二次示范啊。看起来好像有点像 B 级哦，哦，有点难。好，加油，来，1、2、3。如果这样打的话是 A 级啦，直接走。好，来第三次示范。所以艺术球有时候它的趣味就在，不是每次都成功的啊、哦。好，来第三次哦，1、2、3，耶！虽然是第三次成功，但是如果是 B 级的话，我们有2分；那如果是这次定为 A 级的话，是1分，至少我们有得分，还有1.5倍哦，还有1.5倍。好，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的全民撞球了，算也算成功了哈。要记得什么？那个留言、按赞、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